海风有过包青天，天边我不是边中间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，钻天鼠趁钱入眼，彻底输是条好汉，穿上那书铁臂神拳，半江书伸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旗下和武艺流传在民间。蓉儿，去把宝剑收好。是。小爷，娘今天看你跟东寇人比武的时候，似乎根基未固，剑法尚有瑕疵。娘，孩儿惭愧。你把这木棍折断。好，来，这根麻绳也折断。娘，我折不断。折不断，这其中道理你可懂得？娘，孩儿不懂。木棍跟麻绳哪一样坚硬？当然是木棍坚硬了。那为什么木棍易断，麻绳难折？因为麻绳柔软，无处招力。嗯，清平剑的特性就是这个，记住，以柔克刚。清平剑本质轻灵，但是仍然在柔韧之中蕴藏的刚劲之力，只要运用得法，仍然可以转成刚猛。以柔克刚。刚又能克柔。对。用剑之时要刚柔相济，才能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。娘，孩儿还是不懂。剑术之道哪能轻易领悟？小元，这几天你就留在娘的身边，十日擂台之约，娘要让你一鸣惊人。娘，谢谢您。出去。师父，洞里无聊，我要出去抓鱼。小云哥，心平气和是练武者最重要的基础，你为什么静不了心呢？师父，我
两条嘞，我们来比一比，走，快点嘛，走。小云哥，你又要缠着师傅？师傅，我们走嘛，走嘛。我知道师傅又不敢出去了。不是不敢，是为师不想出去。你天天就是说这一句话。小云哥，你还是自己去玩吧。好吗？让他进来。师傅，冷傲，这娃儿可是你收的徒弟。裴天狼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听说你的断肠剑被东吴武士夺走，你也知道。冷傲，以你功力来说，你该有护剑之能。那么断肠之剑为何又落入东吴人手里？裴天狼，你可知道东吴人的凶狠狠毒，比我当年横行江湖还要涣散十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冷傲，我陪你去夺回。知道，那东吴人已经在大宋武林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。风波总有停息之日，自然会恢复风平浪静。冷傲，若人人如此想法，那东吴人不将更在武林横行无忌？天道豪放，正和凶狠恶毒之人也不能永久危害苍生。那么你可知道，这次东吴人扰乱中原，关系着武林盛衰，大宋的荣辱。红尘中人爱莫能助，今日我此来就为给你解除禁制，抹去此限。十年之期未到，我深知你平素为人谨守誓言，从不做出尔反尔之事，可是如今
情况紧急。哎，我这就为你抹去百姓。慢着。祖先有承我姓，无人能阻。那可是事关大宋武林，多言无益。那么你不能为大宋效力，是为不忠。你不能为天下苍生百姓除害，是为不仁。你不能助武林一臂之力，是为不义。你不能夺回失界，是为无能。谁敢说我无能？你是因为困居洞中多年，武功尽失，不出洞去也罢，出的洞去也难是东吴人之敌手。裴天章，说话太过武断。天然，你可知道这几年来我的武功进步多少？我想你的武功更加不堪我出手一击。再动一步，我立即一掌力逼你回动。天然，你要不要想试试看？事业无益，别忘了可是我手下的爱将。裴天啊，我看你拦得住我吗？啊啊，既然已经跨出此线，禁止一处，再回洞去又有何意义？冷浩，清平剑到手了，为什么没到手？这个清平剑的主人呢，这武功很高哦。这个小的本来的意思呢，是想窃取的，这没想到这人算不如天算。黄龙先生啊，都怪林平怕事，你不把我拉走，我得能把清平剑抢回来。林平，又是你胆小误事。黄门先生，不是小的胆小误事啊，而是那个易小元的母亲呢，这当时要为我不敢拉走啊，
那会吃大亏的呀。胡说，凭我三天刀快如风，哼，吃亏的是那个女人呢。林平，你近来办事不力，是不是起着爱心？黄先生，我林平对你们各位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。你能背叛大嫂，就能出卖我？这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两年也不敢。林平，哎，黄先生，你要是敢有异心，是你自讨苦吃。黄先生，小的是对你们是永远效力的。林平，哎，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啊？这个下一步嘛，哎，黄先生，我们不如到开封府把展昭那把宝剑给偷来，让他不能上擂台。哎，你看这好不好？不可以。开封府是自讨苦吃。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宋朝的人，当我们的通义。那边，这位是兵卫太郎先生，是我们双叶寮的，用大宋的话讲，就是掌门人的意思。哦，兵卫先生。丁伟先生，十大名剑放了多少？还有五把没有到手。你为什么与宋国剑士展昭殿下擂台之约？这擂台之约原来是缓兵之计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十日擂台之约根本就不想遵守，我是想利用这个时间了，向还没有到手的五把宝剑下手。都是一群没有用的东西。早已受人家暗中监视。真的？我们现在是被迫遵守十日之约。兵卫先，就是遵守约言也没有关系，大宋国的人也没有办法抵挡我们双叶流的快剑。我们正好名正言顺的把其他的宝剑赢到手，你先去准备一下，我先到开封府去跟展昭见个面，顺便求见包府尹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。是是。公孙兄，展护卫
现在人在何处？战虎伟跟裴老爷子一起去打听碧雪剑的下落。嗯，裴老英雄连日奔波劳碌，实在是异心可疯。擂台讲纪，事关重大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此事。 绝不能有半点差错，否则失剑事小，而使东倭效国更加气焰嚣张，不可一世。启禀大人，一代奇人冷敖老前辈求见。 快请，啊，是。三爷朝明，冷敖叩见青天包大，老英雄少礼。小云哥叩见青天包大。 冷老英雄，前来有何赐教？ 启禀大人，冷老前辈是为擂台之约而来。老英雄，异心可疯。说来惭愧，朝明本想运气三年，远离红尘，因以权力，亦是假事。可是。 这样，助人独善其身。老英雄，又想重回江湖？不错，草民今后只求能替大宋百姓，献此有用之身，做些有益之事。 老英雄，人心侠骨，本府十分钦佩。大人言重，大人，草民不想久扰大人，想告辞。老英雄，可否站住本府的客舍？ 以便战护卫，虽是求教于老英雄一二。朝民听候大人吩咐。嗯，请战护卫带本府陪客。是。冷老前辈，请随我来。 江湖草野中的奇人，平日遨游林泉，但是仍然不忘家国，可见得我大宋万众一心，不可轻辱。大人，此人一向自行其事。
正邪之间，一旦改过迁善，即可判入两人。人性本善，为民牧者若能教化有法，以德牧人，天下没有不可感化之人。启禀大人，东吴人兵为太郎求见。东吴人何以求见本府？大人，为民来意，大人还是不见的好。东吴人虽然虚伪狡诈，但是他们以礼求。官府不便不见。王朝在，传他进来。是。大人命，兵卫太郎觐见。双月流见此，兵卫太郎参见包大人。不必客气，请坐。多谢。这是名震中原的展昭展大侠。正是詹某。擂台之约未到，你来此何事？为双月流向中原得见之事，特来向包大人深致歉意。东吴人夺剑的手段卑劣，其实盗窃就能了事。双月流爱剑成癖，爱剑成癖就能请夺他人的珍宝。展昭，取剑手法虽欠光明，但也怪剑主无力护剑。强词夺理。连坐重耳，你们已经干犯了我大宋朝的纲纪。若非斩护卫有擂台之约，本府早已将你等逮捕归案。包大人，如今擂台之约是否仍然有效？大丈夫一言九鼎，为何无效？如果教计得胜，五把宝剑是否归我所有？你以为大宋国人会不守信义？好，一言为定，绝不反悔。当然。兵卫先生，倘若你们不能获胜，又将如何？双月流天下无敌，水银必溢，功满必遮。包大人，双月流剑法如神，快如闪电，我自信大宋还有胜我之人。
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若是你们不能取胜，又当如何？我等如不能取胜，但凭大宋国处理。告辞。抱歉，微臣在。你可曾找到清平、辟邪两剑的下落？启奏万岁，至今只有辟邪一剑，下落不明。擂台禁忌还有几日？尚余三日。如果辟邪剑没有到场，斩护卫是否能够稳操胜算？启奏万岁，斩护卫如万全之算，绝不会轻易答应东我萧小擂台之约。斩护卫与东我擂台禁忌已经演变成我大宋与东我两国剑道高下之争，姿势体大。抱歉，微臣在。你转告斩护卫，为我大宋声威，务必全力以赴。启奏万岁，斩护卫早已知此战之重要性，是为我朝廷荣辱而战，一举讨回世界，驱除倭人。好，你回去亲传寡人加冕之意，要斩护卫好自为之。微臣遵旨。王总，在。我要你用一切手段夺剑。为什么你会触犯了大宋朝的纲纪？我们双叶流的武士只求剑术精进，并未限制私人行动。何况朱穆他是一时情不自禁，还敢狡辩。美女当前，谁不动心呢？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一向如此。大宋风俗与我东国不同。大宋国的女子跟我们东倭国的女子不一样，除非动枪，不然就难得手。大宋诉讼忠孝节义，你仍对大宋妇女，哎，你仍可知道包大人坚持要将你们法办？这个小的老早就说过了，那个包青天呢是铁面无私，毫不讲人情的。你少啰嗦。错已铸成，追悔无用，比武较劲之时，你们要竭尽全力。是是。祖母，不但要为剑，而且为保全生命而战。那当然，大圣国无人能抵住我双月流的快刀。空言无用，从今起要勤练刀法，一击重地。走。
再与林平仔细的研究，务求进击时全部获胜。是是是。是公孙兄，展护卫回来没有？启禀大人，展护卫至今尚无消息。启禀大人，易小元求见。哦，快叫他进来。是。参见包大人。站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这就是令堂的清平剑。启禀大人，小民信不辱命。坐下。多谢包大人。令堂可算是当代的奇女子，如今她可安好？启禀大人，家母已随小民来到开封。哦，人在何处？后教府外。快快邀请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家母不肯进来。为何他不肯进来？家母是不肯进入官府。哦，令堂为何不肯进入本府？莫非他不愿意与本府相见？不，大人责备众生，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明镜。家母一向备极尊崇。那是令堂对本府的谬赞，本府理应与令堂相见。大人，可是家母不说也罢。易小姐，莫非令堂另有隐情，不敢见官？公孙先生，家母虽是女人，但坦荡的多，绝无不可告人之事。只是当年家父与家母不义，就是因为在下是官宦之家。家母受此刺激，隐归山村，
十数十年来未曾进入官府之门。原来令他是怕勾起往事。正是如此。大人，剑已取来，小的恭听大人裁决。所谓行气无形，易小爷，这段时间你在牢中，尚能潜心改过。如今倘若你能以清平剑再击败那些东倭的武士，为我大宋朝廷争光，本府定当奏请圣上，请圣上赦你当初盗印之罪。多谢包大人恩宠，以后愿以重生之身追随大人，为国家圣上尽忠，为平民百姓尽力。此事而后再提，先去请你的母亲进来。大人见谅，可是家母的个性，小的不敢应命。小元，我已经将令堂劝服，你不必再为此事为难。娘，民妇叩见青天包大人，万万不如如此客气。小元，搀扶起来。哦，谢大人。易夫人请坐。易夫人，这一次能拔刀相助，本府尚未谢。民妇乃是大宋子民，为国尽力义不容辞，更何况小元这次能得大人法外施仁，民妇更应该竭智尽力以作报答。易小元本性善良，只是受朋友之累，以致误犯了国法，如今能够迷途知返，将功折罪，易夫人理应引以为荣。小元从小流落江湖，这都是他父亲易中安之错。如果小元从小能得我的教养，我绝对不会让他误入歧途。娘，小元，娘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要不是从小失去母爱，个性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偏激？小元，娘对不起你。娘，孩儿不孝，对不起娘。易夫人，往事如今不宜再谈。是，往事如烟，不堪回首，不谈也罢。小元，令尊易大人近况如何？我在寻母之前曾回家看过家父，虽然病体痊愈，健壮如常，可是每日日日垮患，实在令人同情。据说嫌伉俪失和，是，并未失和，是小元嘱咐，贤民府出身江湖，不足为官家民府。大人，事隔多年，事过境迁，是否请大人？本府正有意将此事
奏请圣上，使他们夫妻二人得以重圆。大人，家庭琐事千万不要惊扰圣上。本府已经决定，但愿贤伉俪二人能够尽力督促易小媛，使他能成为栋梁之才，将来为朝廷效力。大人恩典，民妇终身敏感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今时叩谢包大人。多谢包大人再造之恩。两位请起。谢大人。谢大人。易小媛，擂台之气转眼即至，你这两天不妨稍作准备，到时候击败东倭武士，震我大宋的声威。遵命。展昭，展昭，月华，你怎么会找到此地？你想什么？这么入神呢？那天在石冈，我和荒木两人较劲，我与他出剑不相上下，我觉得双月流的刀法应该是有懈可击，只是我一时找不出他破绽之处。嗯，荒木出剑的确迅疾如闪电，展昭，你一定要想出破解之法，拔剑比他更快，否则擂台之约十分不利啊。你以树枝带剑向我攻击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想在荒木出剑之前，剑已出鞘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不行，太慢了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我一定要找出他破绽之处。你太专心了，走，让我陪你散散心去。不，我要再想一想。当局者迷，你再练下去，突然消耗你的体力与心智，为什么不去找裴老爷子呢？请他加以指点。对，裴老爷子就在包大人的书房，你要不要去？我不想打搅大人，你自己去吧。好，哦，一会再来找你。裴老爷子去了何处？啊，他在客舍中与家人讲述当年武林的掌故。啊，
属下立刻去找他。张护卫，你有何事如此的匆忙？属下练剑，有一疑问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哦，因此你就心浮气躁。战国使剑之人当先至心，心躁则易动，易动则气浮，气浮则神散。大人未曾涉猎剑术，却又深知剑道。用剑一如养气，气浮则神丧。当先至心，心躁则易动，易动则气浮。需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。大人，属下一深知心静而后可以御剑，但是却因无法破东国人拔剑急速之手法，而致不能心静而神安。战护卫，用剑之理与用兵相同，古之贤将能以兵当敌，而又以敌自长，敌去就可决。你如将此中的道理运用于剑术之中，定可有所心得。大人，属下还是不明白。古人说，知理而后可举兵，知事而后可以加兵，知节而后可以应用兵。知理则不屈，知事则不举，知节则不穷。战护卫，你如果能够融会贯通，此以及运剑之道。属下得大人指点迷津，心中已经略有心得。哦，大人，见小吏不动，见小患不避，小吏小患不足以入无忌也。对，能通此理，方足以论剑。另外，不要忘了忍之以自。大人，一忍可以知百勇，一静可以制百动。兵有短长，敌我一也，避我之短，用我之长，则无不克。你以身明，以静制动，养气心髓，动我的剑法不足为。多谢大人。